先呢，就是我身上背的这个包包，它有两个颜色，我两个颜色都买了，所以我会看我自己的搭配去做我想要买什么颜色。我先给大家看一下细节，这包包超可爱的，它呢细节非常多，它是一颗大珍珠扣，然后你可以这样扣起来，然后重点是它这边是编辫子的，之外呢它有拉链，所以呢你在放东西的时候不用担心它跑出来哦。我自己有放手机进去，我可以放给大家看，它的空间是很大的，所以呢你不用担心你的钥匙什么东西放不下，我自己放它是很好放，它不是硬塞的哦。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购买。再来呢，它是利用一个珍珠扣当一个就是小造型，而且非常好扣，之外呢其实这个拉链你可扣可拉可不拉，我觉得超好看，然后整体的质感啊都非常非常的棒，你看它的用的这个绳子的弓非常非常的细。那我身上呢背的是这个比较偏棕色，总共有两个颜色，有些人喜欢浅色，有些人喜欢棕色，你看你自己喜欢什么颜色，我两颗都有买，我觉得偏一又好看又时装又有拉链。